三月三日有咩咁特别啊？咩啊？三月三，我哋去红馆睇 show 好似系老婆生日啊嘛，系咪人工杯赛啊？对真正关心香港嘅人，三月三日系一个重要日子，嗰日系区议会选举，为地区将来发展，到时记得去投票，为香港齐投票。